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我们今天晚上的第六场比赛。这场比赛同样是57公斤级的较量，由来自俄罗斯的安德烈·皮利金来对阵我们中国的庄树松。安德烈·皮利金是蓝方，庄树松是红方。 这场比赛57，赢量级已经是第二场了。对，这个级别的选手呢，对于降重是非常有讲究的选手。即使是在擂台上，我们看到过磅是57，平时的体重大概都是63、64这样。但是作为小体重，不太容易降。两位选手是吃了比较大的亏。庄树松这个选手呢，曾经两次跟上一场比赛的伊泽伯人啊，第一次是输掉，然后复仇之战的时候是赢了这场比赛。 那庄树松这一次呢，在赛前也是我们都说都知道庄树松的这个重拳是很好的，有力量，不过这个技术相对粗糙，而且庄树松很能挨，没错，职业拳这个泰拳的这个经验也让他的抗击打很好。对，这一次但是这个对手的我看刚刚几个动作啊，对手单击的爆发力。 力道还是很重的，没错，态势的选手的这个总结性重击还是很厉害的，是上勾，而且呢，这个是双方是正反架。庄树松这场比赛在赛前的康恩陪他做了大概2个月左右的这个技巧训练，还是对方这个安德烈，你看啊，安德烈的这个立体式的打法节奏很快啊，有左有右，这个交叉式的这种组合。 非常顺畅，俄罗斯的选手哦，这个意识很好啊，是一个意识很好。刚刚自己呢身体是挂在对方的这个外侧，然后这个后手在短距的时候一个发力，转身变拳低扫，我看整个把身体转起来。32岁的选手庄树松29，两个选手岁数都是可以啊。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算是年龄第二大的选手了，没错，年龄第二或者年龄第三，最大的是相野聪宽，对，48了。 哇，你看他身体也打身体，激活啊，拳腿组合非常快，非常顺畅啊。这个拳手你看打身体的这个拳打得非常准确，就在这个肋叉边上，对，是我们最容易岔气儿的位置。是，但是庄树松也真的是硬扛啊，真是能扛。要是一般的选手可能会倒，这57公斤级的选手在抗击打能力上也是不能跟大级别对抗。对，我们看啊，这个安德烈的移动啊也很快啊，一直是在往这个。 庄树松的外侧，也就是他的弱势放啊，在移动。对，正蹬控一下距离，庄树松想进来。对，庄树松实际上是想找一个机会跟对方打白刃的。对，他是最擅长跟对方打对拼的。哦，对啊，但是对方还的这个力量也很重。对，庄树松现在找不到距离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办法。对方的这个狙击还是狙得很准，不太给庄树松机会。当对方在打组合进攻的时候，这个组合进攻是一系列，在这一系列的中间呢，并没有给庄树松以控，这个是很难找控的一个打法。庄树松的脚步还是原来的那种坦克式推进，没有太多的虚掩，想找到距离以后再输出，不如去先输出做一些掩护，然后再去近身。 其实就是庄树松这边选手打着一直是很实在，对，你看这个国外的这个选手一直在绕着庄树松在打，用自己的前脚做轴一直在绕着走，对，那庄树松是很难用直线型推进到对方身体前面。而且呢，我们注意安德烈这个选手一旦打完这个4、5个动作，马上就撤，之后的距离呢完全不给你，我打累了，我重新调整啊，你来找我，当你找我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调整好了，我可以再打你。 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是个实诚人。那庄树松其实碰见的这个对手是他最怕碰见的选手，他不太怕跟对方打白刃或者拼对攻拼重击，最怕的就是这种我有攻击，我又有脚步，这个是非常难打。你看啊，刚刚在慢镜回放当中，我这几个打身体的几个勾拳啊。 打得非常的精准，就是打对方这个最下边的一根肋骨，很容易把让对方这个呼吸出现问题，然后导致 KO。但是，庄树松我们也不能小看，他是有这种重击能力的。是有终结对方能力的。对，一旦给他机会的话，他是会给你颜色看的。对方也是很清楚这件事。他在和伊泽波人打的时候，就是他的抗击打能力很强。当伊泽波人用自己的腿踢他的大腿的时候，他能扛住这一腿，然后还手的重拳啊，打中拳，打对方下巴。嗯，当时伊泽波人也是这个险中求胜嘛。对。然后现在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两个人57的这个级别，给我们的感觉力量感有这种65往上了。是。
其实我感觉两位选手身高差距、这个整体非常漂亮。你看这个立体式的进攻，有拳有腿，而且都是交叉式，而且还有节奏，并不是每拳都是重的。是的，这样的话庄树松是很不擅长打这样的选手的。是在这种节奏之下、出不来进攻了。你看动作是做不出来的，只能是爆头。庄树松不如去先，对，就是这样，先抢先手，打完了看对方反应，我再往里进。如果等对方出先手，那对方是没有完的。这种立体性进攻是永远靠着，只要我有体力，我就一直会输出的这样的一个进攻。而且对方在打这种立体式进攻的时候，有其中有五个动作，有两到三个是重击，还不小心，还真的需要把自己这个报价报得特别好。可是当对方打完之后，对方的距离又不是自己的了。看这个后手又塞进来。哎，很安德烈真的聪明啊。所有的拳都是很清晰，我要出重拳还是要虚晃，你都是自己很有想法的。这个就是常年的这个规范性训练导致的结果。你看安德烈，我安德烈是我一定不会吃亏的，你扫我的话我一定会还你，还你。你看、而且这个还击的这种力道啊，其实比刚刚自己挨的那一脚还重。对，因为庄树松很多次的这个低扫是试探，他是想希望这个低扫打开一个局面，我再进攻。对方不是，对方是我只要挨了你一下，我马上还重击给你。对，因为这是你漏洞的地方。我们看，哎呀，庄树松这场比赛，哎呦，这种换拳很危险啊！对方的技术很全面，拳腿膝、转身腿都有。这是自由搏击的完全体选手。小踢，我们看对方的这个，而且整个的这种攻防频率，尤其是攻击频率啊，非常的高，中间停歇的时间特别少，找到包括的移动，你看永远是在移动当中做动作，在移动上如果一旦有机会就坦克式的推进，然后推进之后呢，迅速再撤离一个距离。庄树松的左腿、右腿出问题了，有点瘸。但是庄树松还是一如既往的向前压着打。因为对方的技法丰富度比较高，拳腿膝都有，那对方实际上等于在远中近三个距离都能进攻，这对庄树松来说是很危险的。而且对方的身高我们目测要比庄树松高一点，是的，臂长也要长一点，这个数据上是高5厘米。那可以说在整个的距离把控上对方是没有短板，对，这是很危险的事儿。哎呦，前腿的内侧啊，刚才也说了，他已经颜色的表皮已经是这个毛血管已经破裂了。对，我们说到这个腿的受伤害呢是不可逆的，那在短时间是无法自负的，自愈的。哦，我看所有的距离啊，现在都被安德烈给掌握。对，远距离的扫腿对话我不亏，对，中距离的拳我比你好，近距离我还要细。但当没有做好其他动作的时候，还有直线腿，当庄树松想往前进的时候，我拘你，把你拘回去。对，安德烈。就是要么我就正蹬把距离蹬开，要么一把把你拉过来啊。是。哇，确实这种拳腿的组合。我们看到整个的技法连续性，包括完整性都比庄树松要好，这个我们是不能忽略的一件事情。那庄树松呢是找不到，庄树松是更擅长就是扎到马步，我跟你对轰。对。我更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但一直没有找到。所以呢，庄树松呢，如果能够把擂台缩小，可能更适合两个人来打，对，站到一个圈里边啊。那么实际上呢，刚刚这句话呢有点玩笑，其实用战术的说法就是，其实庄树松应该把对方逼到绳脚当中，但是逼到绳脚当中需要有自己的技术来支持。我们看庄树松应该怎么用，在第三回合的时候。这个电话亭策略呢，是进攻型选手，特别是纯进攻型选手最重要的策略。就把对方关到这个边角里。第三回合的比赛，对方一直在保持移动啊，这个很麻烦。而且当对方的外侧，就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正甲选手，对，正甲选手自己的外侧，哎，好，有机会，这距离啊，庄树松的距离，白刃啊。实际上，其实这个选手的这种全面性，我们看，因为他是正甲选手嘛，相对来说左外侧是弱势方，但是他有这个右腿的这个后蹬或者后扫，或者转身后摆腿，那么他这一刻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弥补自己左外侧这个缺点的。没错。
这个安德烈对庄树松第三回合上来之后突然的一个变速有点不适应了，特别是对方其实对庄树松有点这个防御下降了，有点懈怠了，我觉得你没什么机会了，结果中了庄树松的进攻。是庄树松这第三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把这个挡给挂足，希望安德烈这个伤啊不要影响继续比赛啊。我看裁判已经是应该是教练组非常完整的选手，安德烈是表示自己还可以，但我估计应该是刚刚教练组在场外，是场上才场上场一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啊，任何啊就是配后手，对都很重要。你看后手，这就是这拳，就是这拳，就是这拳。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的确是流了不少血，但是不是能够影响选手继续比赛，这只有场上的医疗监督可以去。是的，没错这就是比赛的一个科学和一个完整性，因为比赛并不仅仅是两个人在那儿打，我并不是在拼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职业的，我们体现他的职业精神，体现他的技战术水平。结果本场比赛结束，英雄传说2016年亚洲巅峰揭幕战本场比赛结果。第三回合58秒，男方因伤弃权，不能继续战斗，那么红方获胜。这一次都是冠军，有请尊敬的尼泊尔前总理卡约尔阁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传播中心党组书记、执行主席龙宇翔先生，掌声送给二位勇士。